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书。尊敬的诸位同修，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在这个地方，祝愿同修们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听说今年的中秋节的月亮要比往年的要大一些。那我们这次跟大家学习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今天是第一天。我们学习的第一天是中秋节，叫月圆的这一天。所以这一天的表法也非常的圆满。净土宗的修学跟其他宗派的修学相比较，印光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以外的其他法门呢，叫做通途法门。那么这个法门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古大德告诉我们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它是靠佛力。这个法门的成就，祖师告诉我们，仰仗弥陀的愿力。第二个特色呢？是易行，易是容易，行就是落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个也是佛力不可思议的体现。假如不仰仗佛力，或者佛力没有那么殊胜圆满，那我们修这个法门，想要成就呢，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佛力越不可思议，这个法门的成就就越容易。所以这个易行呢，我们在学习当中，要从经典依据、祖师传承当中得到安心，得到答案。依据经典，依据祖师的传承，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法门的义行，我们也就安心自己，决定能够在这个法门当中成就。那第一个是佛力，第二个是义行，第三呢就是极致，它不但容易做到，而且成就的速度非常快，极就是快速，至就是达到成就。怎么说它极致这个特色呢？黄念祖老居士在《大经解》里面也曾经提到，这个法门是以果地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就这个法门的特色呢，是以阿弥陀佛的佛果作为我们发心起行的一个参照。所以这个法门呢，它是从圆满开始。所以我们这次法会呢，是从中秋节开始，从月亮圆开始。
在我们佛门里面，满月就代表佛果，所以今天是满月，我们修学这个佛法，学习这部经，同学们记住这一天都很有意义，我们这个法门是从圆满开始，一般的法门是，你看初一的月亮，初二的月亮，慢慢慢慢圆满，那个是通途法门。我们这个法门是从圆满开始，从圆满开始，那就是以后，从这以后就天天圆满，不是说从圆满开始，越来越缺陷，这个不是，是圆满开始，从此以后就不退转。那这个道理呢，就是以果地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所以学佛修行，首先要明了发心。说不明发心，修法无益。假如我们发的这个心不圆满，你想有一个圆满的果报，不可能。就你发的心不圆满，也就是你这个种子不圆满。种子不圆满，你结出来的果实很不容易圆满。那现在我们这个法门呢，是以阿弥陀佛的佛果作为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一点缺陷都没有。所以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它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中峰禅师在《三十系念》里面说得很清楚：“一举洪明超二世，能超越两种生死，只有佛才能做得到。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这个法门呢，我们一举洪明。就一生称念弥陀圣号，我们就超越两种生死。这个超越的原因，就是拿佛果作为我们修行的因地，就以果地作为我们的因地发心。所以这个法门它的特色我们要了解，然后我们再学习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法门的特色前进。你要记住，这个法门是以果地觉做因地心，带着这个理念来修学这个法门，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就很安乐、很究竟、很安心。所以这个法门呢，我们常讲有自利，有佛利。说自利呢，我们很难放弃。我们一般人都执着自利。佛利也希望得到，但是主要是执着自利。那么一般的法门要想修行成就，就要依自利断惑证真。那我们这个法门呢？靠佛力往生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所以这个法门的宗旨意趣很明确，同学们要把它记住清楚。然后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安心的。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往生净土，在净土成佛。不是让你在娑婆世界成佛，那就难了，就不是让你在娑婆世界有什么成就，它的目的是让你换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呢，你不要老关照你的业力，就不要老看你的自利，说自利啊，大家不容易舍，所以祖师告诉我们业力。
啊，大家一听业力啊，都容易舍啊，消业障，把业力消掉，这个就容易舍。我们的自力就是业力，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我们有什么力呢？除了业力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力了。所以这个自力，我们就容易把它舍掉。舍掉就是说，你不要依靠它。这个舍掉，并不是说你真正没有业力了，是你知道你有这个业力，但是你不要去靠它。啊，我们这个法门是靠佛力成就。啊，那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两种生死。啊，中峰禅师说这个话，啊，我以前在讲解三十细念的时候，讲到这句话，啊，我讲的没有错，但是心里面没往上想。啊，这一阿弥陀佛就超越两种生死了，不敢想。但是讲是这么讲。等我们真正去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个是难信，但是呢，它是事实。啊，真正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念佛就不会退转了。不管你在听到什么样的法门，哪部经哪部咒再怎么殊胜，你都不会动摇了。所以这个法门的特色呢，我们在学习这部经之前，啊，跟同学们用它的特色来做一个开端，啊，希望大家了解这个法门的特色，我们带着这个特色进入这个法门的学习，啊，进入这部经的学习。那大家记住，这个法门就是以果地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啊，这样我们就从圆满开始，从今天第一天就圆满了，啊，那以后天天圆满，啊，所以我们学这部经就很有意思了，第一天就圆满了，不是说我第一天讲，要听到最后一天才叫圆满，从第一天开始就圆满，然后呢，天天圆满。啊，那同学们，那第一天来了，可能第二天没时间圆满。啊，第一天没时间，第二天来了圆满。哎，你只要来了一天就圆满。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呢，你念第一声的时候功德圆满，念第二声的时候还是功德圆满。啊，同学们别听错了啊，念第一声功德圆满，然后就不念第二声了。那你把意思就听错了，叫声声佛号都是功德圆满，啊，所以我们念佛往生就有把握了，啊，这个有把握，同学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主题。主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啊聚在一块学习，我们的主题是学习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的注解，这个是主题。那同学们要注意，我们人生有没有主题，就你人啊，我们这一生来到人间，我们来到人间的主题是什么？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啊，或者有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主题？啊，我自己最近才反省，叫人生要有主题。我天天忙忙叨叨的，要干个什么？目的是什么？我就回想我长到现在啊，从出生的时候是忘干净了，
就从懂事的时候到现在，我的主题很多。小的时候啊，考试的时候突然间有考好了，你比如说数学考好了，我就开始做梦了，将来当个数学家，就立志了。过一段时间数学又考得又不好了，看来当不了。在体育运动比赛当中啊，哎，取得好成绩了，又想了将来当个好的运动员。看到军人了，又想将来当军人，但是就没看到当和尚的，没想到最后当了和尚。那学佛呢，深入经藏，我才知道这个人生的主题确立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机会学习经典，看到佛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教诲，同学们才知道我们来人间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超越六道。原来我们到人间呢，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超越生死轮回，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所以佛说生死大事，我们这一生来到人间争取把它办成功，不用争取了，你只要信受这个法门就成功了，叫阿弥陀佛帮助你成功。但是没有遇到佛法呢，我们就会想到在世间去建立种种。有的人来到人间呢，他想成就一番事业，我要当个艺术家，要当个企业家、政治家，他有他的思想抱负。但是遇到佛法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究竟的出离轮回，离苦得乐。那遇到佛经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用这一生当中超出轮回。那么佛在经中讲到我们超出轮回的方法讲了很多，那么这么多方法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佛教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只有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其他法门呢，它度化众生的面它都有限制，它能度众生但是它有限制。这个法门呢，它度众生呢，它的范围只要众生有缘遇到接受到都能成就。你看佛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就法灭尽的时候，佛有法运。正法时期的人呢，遇到佛法修行很容易正果，正果的人特别多，所以那个叫正法时期。你像在我们这部观经里面，维提西夫人正果，频婆娑罗王正果，这是我们这部经的故事公案里面的主人公。你看频婆娑罗王被阿舍世王关到监狱里面，维提西夫人呢，养了这样一个不孝的儿子，把她的丈夫害死，甚至于还要杀害亲生的母亲。在我们看来，这是这个家庭里面发生了太大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有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福报大，就大在生在佛住世的时候。
所以他家庭遇到这么大的变故，但是他跟佛有缘啊，在这部经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都想到佛了，啊，求佛加持。那佛力加持下呢，频婆娑罗王好像是证得三果，维提西夫人更不可思议，证得无生法忍。啊，你看频婆娑罗王被关到监狱里面了，我们认为，哎呀，这被关到监狱里面不好。但是后过来一想呢，他要是不被关到监狱里面，他证不了果。那一个国王要不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会想正果吗？他天天就会想着政治这方面的事情，他不会想到修行。啊，今天被篡权了，没得想了，到监狱里面没得吃，没得穿，等死了。这个时候他放下了。你让他在做皇帝的时候放下，释迦牟尼佛让他放下，他都放不下。他儿子给他关到监狱里面了，他就放下。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同学们知道《易经》是怎么写出来的吗？《易经》就是周文王被关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呢？没什么事，就开始演绎《易经》，八卦变成64卦。写这个易经，所以在监狱在给他监禁这么多年当中，他就有成就。啊，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进监狱，就是说这个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一放下，他就正果了。所以当我们还有一点自由，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专注在佛法上。那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去体会，就遇到佛呢，佛正法时期呢，正果很容易；相法时期呢，正果的人就少了。但是呢，虽然没正果，修得还挺像，所以叫相法。末法时期呢，就相都不像了，叫末法。最后还有灭法，法灭尽的时候。所以，同学们呢，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跟正法、跟相法比，我们是有点悲哀。但是回头看看，还有个法灭尽的时候，我们还不错，还是很幸运。但是佛的法运呢，就对准我们人生的命运，同学们就能看出来，然后看我们人生的命运。正法时期呢？就好比我们正当年，很年轻的时候，你做什么都能做，啊，你想做的事情，你有体力，你有精力。就20岁到40岁，正法时期；40岁到60岁，就相法时期。有的事儿啊，你看着以前能做到，现在做不到。啊，60岁到80岁，差不多就末法时期了。80岁以后一般就没有了，啊，老法师讲经当中讲，80岁以后古人就不算了。那有人能活到80岁以后，那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那么人到最后、最后、最后的时候，叫做我们就把它叫法灭尽的时候。然后同学们想想，当你年轻的时候啊，有些法你还能做到。进入中老年的时候，有些法就吃力；到时候老年的时候，有些法就做不到；而到你临终的时候，连一杯水你都拿不起来了。啊，同学们如果经常参加助念，你看给临终的人助念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世间有两桩事情最容易。一个是下地狱，一个是往生净土。以前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不相信，
往生净土多难呢？怎么还成最容易的了？这人到最无助、最无力的时候，你才能体现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容易、圆满。啊，你看那个临终的人呢，可能这一杯水他都提不起来了，但是他可以念佛往生。所以往生这个事情啊，容易到所有事情里面，它最容易。啊，除了下地狱这两桩事情，一个下地狱，一个去极乐世界，是最容易的事情。啊，同学们要明白这一点了，你选哪个？啊，你要选下地狱啊，没有人选。你要选下地狱的话，先选去极乐世界，然后再选下地狱，没关系。你选的次序不能选错，先选往生，再下地狱。都没有事情，先下地狱就麻烦了。那么世间很多人呢，他没有遇到这个缘分，他很容易就选择下地狱。啊，不用选，在他的意识当中早就选好了要下地狱。啊，同学们读读《地藏经》，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选什么的多呀，选择下地狱的多。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地狱里的话，吃的东西是下地狱的东西，做出来的事是下地狱的事。不信我们就看《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身口意造的是不是地狱的业？啊，那我们遇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我们知道还有一条容易的路，就是往生这条路。所以，同学们，我们人生的主题，假如你定在念佛往生为人生的主题，你确定这个主题之后，以后再也不改变，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一心不乱，你就决定往生了。啊，今天是2014年中秋佳节，同学们确定主题。你今天就圆满了，啊！我来到人间干什么来了？就是为了念佛往生而来，你以这个为主题，可以有其他的小标题，但是要为这个主题服务，不能把这个主题给迷失掉。啊，然后就问你了：吃饭为什么吃啊？穿衣为什么穿呢？你行住坐卧、工作生活为了什么呀？你要有主题。啊，现在很多人了，为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为了什么而忙？为了什么而生活？为了什么而做？都已经迷失掉了。当你把这个主题迷失掉之后，就是古大德所谓的“不明发心，修法”。无益，对你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利益就不大了。所以这个人生的主题，同学们要把它确立、建立，而且要把它立得要对。佛到我们这个世间，主题是什么？同学们知不知道？就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帮助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立志把自己人生的主题确立为往生极乐世界，你跟佛就感应上了。啊，佛愿力对你的加持，你就接通了。啊，这种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啊，这种加持里面有顺的。有逆的，有善的，有恶的，啊，有正的，还有邪的，不可思议。那同学们会问了，难道还有邪加持吗？还有逆加持，同学们还能理解，还有邪加持啊，还有恶加持啊。啊，同学们，我们在，假如大家。
学这个法门呢，或者听老法师讲经有10年以上的，你再反观过来，你就有感受。啊，我最近在国内听到一位法师讲，啊，我听到之后呢，感觉非常有道理。啊，你像我们新加坡同修有很多是，啊，跟老法师学《无量寿经》，啊，学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但是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印光大师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汇集的工作。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批评这个。汇集，他批评的对不对呢？非常正确，你看祖师说的嘛。那我们学汇集本错不错呢？这10多年来，我在国内啊，都遇到这样的缘分，有赞叹汇集本的，有批评汇集本的。啊，我遇到这位法师的时候。我一听这位法师的见地，我感觉非常佩服。那说这个法师就讲，他说夏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的真正用意，真正用意是什么呢？真正用意就是让许许多多人。他不会发心去看原译本，那夏老居士就汇集原译本。这个一汇集《无量寿经》的原译本呢，啊，就有很多人马上就提倡原译本。啊，这个提倡原译本呢，就有许多人就去印读诵原译本。啊，其实这个正是夏莲居老居士的目的所在，就通过这种汇集的形式，激发许多人去读原译本。啊，所以我们看夏老居士好像是违背了祖师的教诲。这个违背当中呢，夏莲居老居士好像是要背一些骂名，不听祖师的话。但是呢，夏老居士的发心是正确的。就发心正呢，有一些的行为好像不符合祖师的教诲，但是他发心正，他舍弃个人的名闻利养、利害的得失，可能有一些人会批评他，没关系，批评也对，赞叹也对，批评的人读原译本。赞叹的人读汇集本，都读到《无量寿经》，最后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握握手，原来是误会。这汇集本跟原译本同生极乐国，啊，只要一译不一语，啊，实际上汇集的工作，印光大师说的非常对，古时候这个经典的翻译。那一个译场里面都有成千上万的法师，主持的法师一个，啊，像《弥陀经》是罗什大师主持，但是真正参加翻译的人呢，成千上万，啊，最后呢，罗什大师给他汇总、鉴定，这部经翻译成功。那夏莲居老居士是汇集呢，是30个人的力量。啊，夏老居士为主，还有没光熙老居士，啊，好像还有慧明老和尚，啊，当时的高僧大德来汇集，啊，所以经过这些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呢，在佛法里面这种加持啊，有正的，还有邪的，啊，但是我们呢，明白道理，我们尽量，啊，我们还不是过来人，我们老老实实念佛。通过学习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在生活当中、修学当中，有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佛力加持。什么叫佛力加持啊？就是要你回归到这个佛号上来。啊，我们学这部注解，善导大师在注解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重要的地方。啊，希望跟同学们学的时候呢，把重点的地方，啊，都能够提示同学们。啊，我们学的时候呢，也祈求三宝加持。所以这个在学习之前我把特色说出来啊，然后跟同学们在今天这样一个中秋佳节，同学们假如确立了人生的主题，加强一下，假如没有确立，今天确立啊，我人生到这个时间来，我来干什么来了，今天明白了，佛来干什么来了，我也明白了啊，佛来干什么了你明白了，你来干什么了你也应该明白了，这个一明白，我们从这个地方发心学习，就从圆满开始，然后我们天天圆满，到你最后还圆满。啊，确定这个人生主题的人，临终的时候，佛就保证你是一个清明的状态。啊，我这个话再说一遍。确立这个主题的人就可以等死了，就不用怕死了。为什么呢？在你最后的时候，你一定是个清明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佛保佑你的，不是你自己修的，就阿弥陀佛保证你，你临终的时候肯定心不颠倒，清楚明了，就清明的状态。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一愿，叫做临终接引愿。所以你今天发心啊，我这不改了啊，不能一会儿又改成别的了，那就你这个主题还没确立下来，就今天把它确定下来了，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在座的诸位同修，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还有摄像机前面的同修。阿弥陀佛就知道，这些人临终的时候，他入弥陀愿海了。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然后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同学们，你来了，你家里人没来，回去报告一下，今天确立一个主题。啊，你们俩，你们全家人对着15的月亮发个愿，啊，确定自己的主题。我们从圆满开始，念念圆满，天天圆满。啊，你遇到什么不圆满的事情啊？佛就把它圆满了。啊，《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说了一句话：“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我们都是穷苦人。就都有缺陷，怎么样呢？念佛，一念佛，佛就给你圆满，缺什么补什么，啊！很多人看命啊，五行缺金木水火土，缺什么都没事，只要你念佛，全部补足，啊！缺德一般补不了，但是阿弥陀佛能补，叫万德洪明，啊！缺金的补金，缺木的补木，补木那个还好补一点呢。缺德最难补啊！啊，我们遇到阿弥陀佛了，我们念佛，全部给我们圆满。然后同学们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啊，你用一个圆满心的状态去生活，你的生活马上就变了。啊，你比如说我对某人有看法，我的心就有缺陷，有成见。南无阿弥陀佛一加持，我再去看他，再用圆满的心去看他，把那个成见那个业力放在一边，用佛力去看他。啊，我最近在一些道场讲48愿，跟以前讲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法门叫随顺佛愿而成就，佛愿就加持你了。你看四十八愿第一个国无恶道愿，我们有贪嗔痴，就是缺陷，就是缺德呀。有恶道，恶道从哪里来呢？从贪嗔痴而来。那我们有这个贪嗔痴不怕，我们南无阿弥陀佛，皈依阿弥陀佛，随顺阿弥陀佛的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比这边是业力，这边是佛力，我这个业力贪嗔痴一起，南无阿弥陀佛，到阿弥陀这儿来了。谭鸾法师这个讲，这叫往向往生，就生到净土。然后再从阿弥陀佛回过头来看这个贪嗔痴，叫还向，叫还入娑婆。我们还有这些业力啊，你再回过头来再观察，这些业力也会变。业力不是死的，你从佛力去观察就不一样了。这个话我跟同学们举个例子，就以我为参照物，在座诸位同学每个人看我的感受都不一样啊，这个微细度就不一样了。大体上啊，同学们跟我还是比较有缘，要不然不会来。有缘，哎呀，我跟这个法师很有缘，但有缘的程度不一样啊。但是还有人看我很讨厌啊，那这有的人看我欢喜的是一个角度，还有人看我很讨厌又是一个角度，你看这两个角度就不一样。但是阿弥陀佛看我呢，那有阿弥陀佛的角度。那我们念佛人就是换一个角度，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看。你比如你讨厌一个人，好，那你现在我看一个人很讨厌，你回去试验试验啊，南无阿弥陀佛。我以前试过，我看这个人很讨厌，南无阿弥陀佛还讨厌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懂得运用这个法门，不知道这个法门的特色。当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呢，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在这个佛号当中。我们念这个佛号呢，也是提醒我们顺着佛愿再去看这个事情，顺着佛愿再去观察这个人，顺着佛愿再去观察这个世间，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透。我们说佛法教我们从大局观。同学们，你看佛门里面什么经典最有名？大方广。你看这几个字。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小，又不方。委屈啊，叫大方广，我们那个广变成窄啊。同学们看我们现在住房是不是越来越窄啊？原来是旷野当中，然后慢慢划界限了，圈一个院子是我家。现在呢，盖出祖屋来了，祖屋呢每一层又分好几家，然后那个门呢，还有防盗门，还有铁门，慢慢的门越来越多了，人的圈子就越来越小，然后你看人的心就越来越狭隘。佛是大方广，我们是小小曲啊，广怎么办？小曲狭隘，所以我们人活的就很累很辛苦。当你顺着阿弥陀佛的愿来观察的时候，就是大方广的感受，你心就开了啊。所以同学们，什么时候开心呢？当你能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心就慢慢打开了啊。谁最开心呢？阿弥陀佛最开心啊，复为大施主，普济助穷苦，这个最开心啊。
我在印尼雅加达印尼净中学会谢会长，我有一次跟谢会长交流，谢会长就跟我讲，法师啊，我这常常爱生烦恼。他说我有的时候生烦恼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生心中有烦恼的时候的，他就拿了许多钱，到楼下给这些印尼工人发钱。他说发完钱之后特别开心，那烦恼就没有了。其实佛就告诉我们，布施，为众生想，谁最开心呢？你能顺着佛愿去生活，阿弥陀佛是大施主，他不光。布施我们这些六道众生，连菩萨在内，佛一样的加持，去圆满他。所以，同学们，我们念佛的人，你要懂得以圆满心来生活。就是我一念这句阿弥陀佛之后，阿弥陀佛的果地觉，就把我们因地这个心的缺陷，都给我们弥补了。然后你用这个圆满心再去生活。你用这个圆满心去做生意也好，做事情也好，与人相处也好，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叫佛力加持下，你的境界就转了。我对某人很有成见，今天要见面谈生意。假如你用那个成见的心态跟他谈事情，就很难谈成功。但是你要念佛，佛力加持下，你把你以前的这个缺陷补足了。顺着佛愿来跟他做事情，你看那个效果，那个命运就走向另外一条道路。所以一念之差呀，就地狱天堂一念间。你看地狱容易去，极乐世界容易去，我们一念之间就可以把地狱转成西方净土。那么在跟大家学习之前呢，跟同学们说这几句话。这个法门的特色，我们确定人生的主题。下面呢，我们就翻开经本。同学们翻开第一页。我们先按照这个善导大师的简介，先把善导大师做一个简略的了解。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看善导大师的著作，就容易体会。祖师的意思注解的精髓。同学们看第一页，上面有一个善导大师的画像，底下是善导大师简介。我边读呢，边做一些说明。唐朝高僧善导大师。公元613年出生，681年往生，为净土宗之集大成者。这个地方同学们要知道，我们净土宗呢有三个流派，就是同样修学净土法门呢，有三个流派。我们对善导大师这一流派呢。不是很陌生，就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善导大师这一流派才是净土宗的正宗正脉。那还有两个流派呢，一个是慧远大师这一流，慧远大师就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初祖，远公大师。远公大师这一流呢，就是他修行确实有功夫。有定功，得到念佛三昧，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他有一定的功夫回向往生。还有一流派呢，就是慈明法师。慈明法师这一流呢，就是广行众善，回向往生。我们说善人往生。远公大师说：“他念佛三昧往生，这两个流派呢，许多人都熟悉，你像我们念阿弥陀佛，
很多同学都求事一心、理一心，乃至于功夫成片，成片不了的，还有人求功夫成串，成串成不了的，求功夫成线，成线成不了的，就不求了，他就修别的法门了，就改掉了。那么善导大师这一流派呢，就是依佛本愿，就顺佛本愿，成佛愿力而往生。那么善导大师呢，是净土宗在我们中国排是二祖。实际上，真正净土宗的完善是善导大师完善。远公大师呢，是带领120多人念佛往生，个个往生，影响很大。所以把它立为初祖。实际上，一个宗派的建立需要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一个宗派的建立要有这个宗派的正一经典。善导大师给我们选出净土三经一论，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你要确立这个宗派正一的经典，以这三部经为绝对标准。佛在其他经里面讲的，跟这三部经的宗旨不相应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采取，因为你修的是净土宗。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可能在佛的其他经典里面，我们这样的不能出三界。但是在净土三经里面呢，我们这样的能往生。所以你要依据哪部经典，依据哪个宗派，我们要分清楚。正一经典之后就是祖师的传承，这一个法脉的传承是怎么传下来的？善导大师这一流呢，是从龙树菩萨、天亲菩萨、昙鸾大师、道绰大师，然后善导大师完善。这个后面会讲到，所以净土宗有这三个流派，同学们要了解。那么在近代呢，比较流行广泛的慧眼大师这一流和慈明法师这一流，所以一般人都说修行有功夫才能往生，善良行善才能往生。这个都是前面这两个流派比较多。所以，当我们没有功夫，又做了许多错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自己不能往生了，或者怀疑自己不能往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遇到善导大师这一流派，我们的信心又恢复了。你那个心灵的缺陷，阿弥陀佛又给你补足了。所以，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所以，善导大师弥陀化身把整个净土宗这个体系给我们完善，因为这个方法太难信，所以必须要有经典的依据，祖师的传承，我们才能从这个当中升起信心，我是能往生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呢，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是善导大师真正把净土宗从一切宗派里面把它单列出来，善导大师以前呢，乃至于以后，善导大师著作失传之后啊，中国净土宗啊，古大德把它比喻为寓宗，寓就是我们那个公寓住的那个公寓那个楼房那个寓，就是我们净土宗啊，都是依附在其他宗派里面，没有自己独立出来。真正独立出来的是善导大师，把它独立出来，从一切宗派里面把它独立出来，不要住在别人的地方，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净土宗。所以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同学们再往下看，善导大师熟姓朱，山东省临淄县人，一说安徽省泗县，这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山东省，我老家是山东的，跟三岛大师攀缘。另一种说法也很好，在安徽，我现在住安徽比较多。这个其实没关系，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有缘的。这么说呢，是我们凡夫之见套近乎。年少出家，师是密州之名胜法师，早年修习《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这个《法华经》呢，我今天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我到网上去查，《法华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重要，就是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了。法华经上，释迦牟尼佛说出来了。这段经文我在抄在前面，我给大家读一读。同学们那个经本上没有。舍利弗，这是法华经上的经文。云何名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有佛问舍利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诸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就所有佛世尊到我们这个世间就办一桩事，什么事呢？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智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因缘呢？开示悟入佛之见，所以善导大师有这个基础，他知道这个事情。那同学们，我们怎么入佛之见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入不进去，我们自己想入入不了，开也开不出来。佛给我们讲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悟也悟不进去悟都悟不进去，更入不进去了。有的时候入魔之见了，还以为入佛之见了，那个更麻烦。所以阿弥陀佛呢，就在众生跟真心本性中间呢，架着一道桥梁。就古人举比喻像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彻悟禅师，彻悟禅师就讲。成佛就做佛容易，见性难你看彻悟禅师他是禅师，参禅最重要的是明心见性。那彻悟禅师就说了，做佛容易，见性难，所以不参禅了，做佛了。做佛就是念佛法门，就是净土法门，所以他不在禅宗了，到我们净土法门做祖师，叫彻悟禅师。怎么说这么说呢？阿弥陀佛呢，在我们众生跟心性之间呢，架了一个桥梁，这个桥梁非常重要。所以古人呢，举个比喻，大家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去体会。同学们，你看我们人的眼睛是往哪长？人的眼睛往外长，他只能往外看，回不回来。哪个同学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眼睛？你现在实验实验，能不能看到？你用你的右眼球看你左眼球，或者用你的左眼球看你右眼球，你能不能看到你自己的眼睛？古人就比喻见性就好像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眼睛。大家想想难不难？就阿弥陀佛看我们这不行，我们都是心外求法，都往外看，
回不到自己的本性上来。那同学们，你能想到什么方法看到自己的眼睛？啊，这同学们，这很自然吗？太容易了吗？你像我们自己脸上脏了，我们去怎么办？赶快找个镜子照一下，哎呀，擦一擦，哪儿脏了？这阿弥陀佛就看出来了，送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就是四十八愿。啊，所以你看中峰禅师在三十信念里面有个赞颂，第一大愿，就是我们人生第一大事，愿就是你的主题呀、啊。干什么？观想弥陀。观想弥陀什么呢？四十八愿度娑婆。啊，我看我现在明白这个偈颂之后啊，我就把四十八愿印出来，然后过朔，天天到处走，背在包里面。有些事情看不开的时候，我就把四十八愿拿出来，啊，顺着四十八愿看就看开了。四十八愿度娑婆，你在娑婆里面用娑婆的知见，你就度不了娑婆。啊，我看这个人不顺眼，看了半天还是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这个自我的角度看，你不放弃你自己的业力角度，你出不了轮回。啊，我换一个善的角度看，只能看的是善，善恶都是轮回业。你要顺着阿弥陀佛的角度就广大了，那叫大方广了，就超越了，那叫开心呐、啊，要玲珑宝藏豁然开，要打破虚空笑满山，虚空就是娑婆。啊，但这个事情呢，我刚刚操练两个月，没办法跟同学们讲。因为我操练的还不太熟，但是有一点感受。啊，这个感受呢，我向同学们报告出来，你可以这样去练。啊，我到马来西亚一些净宗学会，跟那边同学讲四十八愿的时候，就练这个。啊，用四十八愿反照我们现前。啊，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体？你再看看你是什么身体。你就放下了，哇、哦，我这个身体太烂了。啊，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什么？你再看看现前的环境。极乐世界的水是什么样？我们的水是什么样？你一对比啊，你就会有个抉择。啊，我们对这个身体特别执着，放不下，那我们就多读一读阿弥陀佛的身体是什么样，观音菩萨的身体是什么样，大势至菩萨的身体是什么样。然后你在看观经的时候就有味道了。我们虽然观不出来佛身，佛的报身我们观想不出来，但是你观了之后啊，最低限度从佛身对比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会有很多误触的。啊，诸位同学，你会很有误触的，会让你减少很多烦恼的。你要去用啊，佛给我们四十八愿就是四十八个工具啊。啊，作为同学年纪大的啊，或者年纪很老的时候就不要用了，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我跟同学们说这个用是什么呢？你念佛念不下去了，打妄想也是打妄想，看电视也是看电视，这个时间不要搞这个，你用四十八愿来观观你自己，用四十八愿来照一照你的身，你的心，你生活的环境，看看有什么感受。啊，西方极乐世界，身悉金色，身无差别，三十二相，这个没什么感受啊，你就翻开观经看阿弥陀佛的身体什么样，然后我们大家就平等了，我们就不用嫉妒了。哎呀，这个人长得好看，哎呀，我长得没有他好看，我有点嫉妒心，自卑心。你一看阿弥陀佛，看观音菩萨，嗯，他也不好看，我们差不多都很难看，都是业力变现，大家就没有什么比较了。世间人很多烦恼，很多业力，嫉妒也好，傲慢也好，自卑也好，比较出来的。哎呀，这个人很富有，我跟他比没有他富有，没关系，
我们一块儿跟佛比一比，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哎呀，这个人活100多岁，哇，这个人才活20多岁，这个短命啊，这人福报大，100多岁。然后这两个人跟阿弥陀佛无量寿一比，这两个都短命，不用争了。啊，不用说跟阿弥陀佛比，跟忉利天比，100岁的人活一天，20岁的人就早上8点就往生了，差不多少。啊，所以你一跟阿弥陀佛一比，我们这个视角一大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啊，就刺激不到你了。但是你要站在我们这个小角度看呢，哎呀，这个小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是大事情，对我们刺激非常大。但是你一换到阿弥陀佛的角度一看，都是小事情。啊，我在中国遇到一个人，跟我展示他的家产，啊，展示的时候我一看是很羡慕，哇，这真富有啊，10辈子都花不完呢，那不用为钱财操心了，嗯，很自在。等我飞机一起飞之后，我才发现跟我差不多，看不到呢，他的家产在哪？在地球上都很难找。但是你在地球表面上一看，哎呦，这么多房子，这么多地皮呀，啊，企业也很大呀，财富也很大呀。我们一看，哦，这真的是很厉害。飞机飞起来一看不厉害。所以，当我们飞到阿弥陀佛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自己飞不上去吗？阿弥陀佛再扶我们到一定的高度，再往下看，很多东西你就会自然看破。啊，你看不破的，让阿弥陀佛帮你看，叫48愿度娑婆。所以佛到我们这个世间呢，帮助我们开示悟入佛之之间，我们进不去，没关系，多读48愿，多念阿弥陀佛。啊，说同学们，你觉得这个麻烦的？我讲这个法门的讲这个方式的时候，有些同学说法师讲的有点深，还有的同学说有点麻烦呐。我说那就最好念佛。这个法门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有广略两种修行。广叫忆佛，略叫念佛。所以同学们呢，你自己没事啊，简略的修行就这一句佛号，啊，亲蒙受记一句。但是你很喜欢思维，很喜欢打妄想，啊，或者你念佛念不下去的时候呢，你就按照我们现在说这个方法，你去试验试验，你把48愿印出来，啊，对照着自己生活你去思维。或者你的家庭里面，或者道场里面几个同修，啊，相会了，来讨论讨论48愿，对照我们这个生活，讨论讨论极乐世界，对照娑婆世界，然后你再换一个视角来看，然后你再念这句佛号，你看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才知道我们遇到观经也好，遇到净土三经，一个真正如法修学的缘分，确实能够加持我们。念这句佛号的功效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时我们念的不开心的地方，你学了之后，我们学的东西回归到这个佛号，这个佛号就好用了。啊，以前我们不懂啊，硬念呢，念不好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这个人还讨厌啊。现在我们会念了，通过这种学习了解这个法门的特色道理，啊，阿弥陀佛的48愿就是一个媒介，是一面镜子。我们一看这面镜子，就看到自己的本性，就是看到自己的眼睛。你要自己看就看不到，叫见性难，作佛易。所以，在禅宗不能得度的，到净土中一样得度，因为这个有佛来帮忙，佛力加持。所以讲到《法华经》和《维摩经》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跟同学们多说一段啊。这个《维摩经》里，这个《法华经》里面，佛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了？就佛的主题，所以我们跟佛要相应，主题要相应。啊，为什么很多人学佛他不得力呢？
他跟佛感应不上，啊，佛跟他成佛，他跟佛谈贪嗔痴慢，就感应不上，啊，你的主题跟佛主题一感应上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的主题要对应，啊，你跟佛就有的交流，主题相应了，你的发心相应了，你在学这个注解、学这部经的时候，和没有发心学的时候不一样。啊，你看六祖参访五祖，为什么他能做五祖的接班人？有很多人在五祖身边时间很久，他就没有摸到门路。你看六祖去参访五祖，五祖问六祖你干什么来了？六祖就说我来做佛来了，这个主题一下就感应上了。啊，那现在同学们，大家来干什么来了？你说我来听经来了，就不容易，听听而已就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往生做佛来了，这个主题就相应。然后我们再学下去就不一样。啊，你在学这部经的时候不一样啊，你在上这有加持力对吧？啊，你在学这部经的时候不一样啊，你在用到生活当中，你会感觉到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你不是一个糊涂人了，以后你的生活你都会感觉有一种明了的东西在加持你。啊，有些事情你不明了，你会自然明了，你有烦恼你都明了你在烦恼。现代的人呢，你不遇到佛法，很多人在随顺烦恼，在烦恼当中就迷失掉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哎，自己起烦恼了，自己做错事了，很容易反应出来。同学们呢，能反省出来就是很不可思议，这个叫觉照啊，这叫觉悟啊，觉悟就是光明。我在生活当中常常犯错，为什么呢？就说明你常常觉照，你才会发现你犯错。所以有些人呢，晚上睡觉前坐那一坐，今天想想犯没犯错，好像没犯什么错，睡吧，今天一天都黑暗过来了。啊，所以有些同学说，哎呀，我晚上一想今天犯这么多错，恭喜你，你这一天都是光明的。不怕犯错，怕不光明，光明就能照出来你许多错误错失的地方。啊，我们从错失当中要回归到阿弥陀佛。哎呀，原来我连做这个事情都要做失误，做那个事情都起烦恼。哎呀，我不念佛不行啦，阿弥陀佛，就往生了，烦恼变菩提。但是有很多人错用，哎呀，我天天做这么多错事，我天天起这么多烦恼，完了完了完了，天天念完了，念久了就变成忧郁症了。念完了真完了，要念阿弥陀佛就不完了，念阿弥陀佛就圆满了。啊，有很多人，哎呀，一读地藏经，哎呀，我做的业都是地狱业，下地狱了，阿弥陀佛下地狱了，你看他就下地狱了，他念着佛还喊着，心里面想着是下地狱了，念着佛是回归净土了。佛号的功用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你念的时候马上就安心。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弥陀愿力也不可思议。那有些同学说，那我一边犯错一边念佛吗？那这一说这个法门，这不是鼓励我们做错事吗？你不能这么想，我们要有个正面的发心。虽然有正面的发心，我们毕竟是凡夫，还会做错事。啊，这个做错事的心态要不一样，不要迷失在里面。啊，你慢慢就念佛，佛力加持，很多事情你会减轻，会恢复，会调整。啊，我们不是要，我们还是要以断恶修善，啊，为一个目标。不是说我念佛肯定往生了，我就肆无忌惮地做错事，这个不是佛的意思。
啊，佛是普度众生，并不是让我们去随随便便去做错事。你看善导大师说出来之后，把这个法门展现出来之后，很多人误会。但是你看善导大师的行持，你就知道了。善导大师虽然知道自己念佛肯定往生，你看看善导大师的行持，啊，后面会讲到。同学们往下看。早年修习《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后见《西方变相图》与《观无量寿佛经》，心生欢喜，心目西方极乐世界。就三岛大师看明白了净土法门呢，佛力住持，佛愿加持我们，就是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入佛之见，啊，入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入佛，啊，入佛之见，所以心生欢喜，心目西方。贞观15年，善导大师29岁，自西河石壁谷玄宗寺见道绰禅师，蒙受无量寿经。啊，道绰禅师一生讲无量寿经讲200多遍，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赞叹道绰禅师讲经弘法不为名闻利养，所以他能够专注的讲这部啊讲净土三经，可以讲200多遍。啊，专讲念佛往生，所以善导大师是师从道绰禅师那个地方学到净土法门。见净土九品道场，善导大师大喜曰：“此真入佛之精要，修于行业，于辟难成，唯此法门，速超生死。”善导大师看了这个法，看了这个净土法门之后，净土九品道场之后，啊，体会。然后同学们看善导大师如何念佛。于是，勤读经苦，昼夜礼诵，如旧投然。善导大师每入时长跪唱佛。不到力尽，终不休息。寒冰天气念佛，亦要念到汗湿衣襟才止息。同学们可以看看善导大师念佛精进不精进，啊，然后看看底下，初则演说净土法门30余年，未尝睡眠，这个就不是凡人了。啊，同学们，这个我们从善导大师的行仪当中能够体会到，弥陀化身示现呢，他自己一定要做得非常精严，我们才有信心。在末法时期，同学们要注意，要依法不依人。啊，我跟大家学善导大师注解，学善导大师的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我是讲这个注解。我这个人不怎么样，啊，大家不能因我这个人把这个法废掉，啊，所以同学们在末法时期不能看人呢，尤其是净土法门，唯佛是念。我们凡夫容易犯两个错误，一看这个人不怎么样，哎呀，他说的法对，他也听不进去。还有一个错误啊，这个人很厉害，他说的错也要听。这个也麻烦，所以佛教我们四依法，我们要常常运用。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就不会走偏路，啊，走错路。底下讲善导大师的持戒，护持戒品，纤毫不犯，心决念于明文利禄，从不举目而见女人，律己。俊言，待人慈爱宽恕，凡美味佳肴都供养大众，出力饭食则留给自己。佛前灯常年不熄，三衣平钵
恭敬慈禧，从不与人聚谈世俗之事，恐怕耽误敬业。善导大师念佛功身成就殊胜，念一声佛则有一道光明从口出，念十声，念十百千声，便有十百千道光明从其口出，自证境界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从善导大师个人的修持上能够看到弥陀化身来应现，确实不可思议说明唐朝那个时候的人呢还是很有福报的那现代呢，同学们，你回去照照镜子，你念阿弥陀佛，口里面会放出一道光吗？现在不放光还安全一点，一放光啊就麻烦了，一放光明文力扬马上现前，人就不容易清醒了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不容易让大众起信现在你假如参加一个法会你这个拍摄一下拍到有什么瑞相佛菩萨现身了，你拿给别人看，人家也不相信，你这是电脑制作的，明天我做一个比你这个更庄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都不以这个为标准可以互相鼓励我们念佛往生不以瑞相为依据，以经典作为最根本的依据所以这个善导大师作品当中呢，后面会介绍到观经四帖书叫做本书，本就是根本，它是依据经典做的注解，所以最原始的依据所以在末法时期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这四依法，同学们这个四依法要常常的想一想你去在生活当中你才有辨别能力我们有没有传承，有没有依据，我们依据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是有很多学问在其中你依据不对，站的角度不对，你看的效果就不一样我们再往下看，善导大师对敬业修持特重专精，认为能否做到专精是决定能否往生的关键所以同学们，我们确立自己人生的主题，以念佛往生为我们人生的唯一主题，这个就是专精。你看佛到我们这个世间唯以一大事因缘，那有些同学说了，释迦牟尼佛来办了那么多事，其实就为这一个事服务，他有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做事情不能没有主题东一下西一下，你没有主题你就不能回归到这个专精上来，所以专精有的时候不在事项上，在你内心的这个主题上善导大师在这个就在这部注解里面就讲了，底下举出来了，善导大师说十计十声，百计百声，何以故，后面就说出因缘就是杂修的时候往生呢你看，无外杂缘得正念故，与佛本愿得相应故，不违教故，随顺佛语故，若欲舍专修杂业者，百时悉得一二，千时悉得三五同学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就是很多人没有把这个立为自己人生的主题他人生忙很多事情，他没有一个归宿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要有一个回向，要有个归宿
那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五念门，这五念门就教我们念佛的怎么念。五念门第一个身业礼拜，口业赞叹，意业作愿，智业观察，方便智业回向。这天亲菩萨就给我们五个法则，你对一切人事物啊，就要以一个回向的心。在净土法门叫回向，在我们通常来讲就是为别人祝福啊。我们看这个人不顺眼，我们习惯是嗔恨嫉妒，天亲菩萨告诉我们换成祝福，不管看什么人都要祝福他。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都说嘛，同生极乐国，这个同里面有我喜欢的也有我讨厌的，一起去，这个才叫同生。你要真的能有同生极乐国的这个心态，你再看看你讨厌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人这么讨厌，同生没有你啊，那你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啊。我们对一个人讨厌的时候、嫉妒的时候或者瞧不起的时候，你自己体会体会什么感受，然后你再换我祝福你是什么感受，然后你选你喜欢什么感受，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菩萨都发愿啊，释迦牟尼佛500大愿，观音菩萨多少愿，文殊菩萨多少愿，普贤菩萨多少愿，他们怎么那么爱发愿，那佛菩萨怎么那么爱发愿，我们也发愿啊，佛菩萨发的是大愿的愿，我们发的是怨气的怨。那天气太热了，这个人做事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那样，你看我们也发愿，我们也常发愿，我们发愿是怨恨的怨，所以我们的感受不好。佛是菩萨常发愿，哦，这个众生有这个苦，我发一愿把它补足，哦，那个众生有这个苦，我发一愿把它补掉，替他忏悔，替他回向，叫慈悲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我们要发愿，那个愿字要换一下，不要怨恨的怨，我们要发48愿那种愿，佛菩萨那种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到这一段，明天我们再把善导大师这段话呢，跟大家好好的做个说明。谢谢大家，阿弥陀佛。